你今日最同我做啲好壞嘢，如果我醉咗嘅話點算啊？歡迎收睇 EG 大個仔，大家好嘛？今條係 prank 片嚟嘅。咁話説小弟最近真係無論係個人嘅事又好，定係社會嘅事都好啦，都令到小弟咧就有點氣餒啊。咁所以小弟近排就有個習慣啦，就係可能翻 studio 嘅途中咧，會去 seven 就可能會買少少酒飲一兩飲咁樣啦，飲啲啲啦。咁照舊啦，咁因為錢唔多啦，咁就唔會走去買啲大酒飲嘅，亦都飲唔曬。咁所以咧就喺嗰啲雪櫃嗰度買一支類似咁樣啦。咁通常一買完之後咧，都會叫櫃枱姐姐啊，可唔可以幫手我開瓶嘅，開一開呢個蓋。直至到有一次同啲朋友喺尖沙咀嘅 seven 遇到一位阿姐，當我叫阿姐幫我開一開嘅時候，阿姐同我講：你扭開佢啦。咁我嗰刻心諗：阿姐，我個樣嘴嘴地啊，你當我傻仔啊？那個蓋咁嘅喎，有鋸齒嘅噃。我就直接同咗佢講話：呢個蓋點扭啊？佢竟然同我講：你扭啦，好爽噶，扭得開噶。然之後我就試一試啦，結果。雖然佢個蓋咧就係典型嘅要開瓶器嘅蓋，但係佢個樽咧就竟然係扭嘅喎，可以。跟住我就發現原來呢一支酒咧，可能係暗藏住一個好大嘅道理，就係男人要痛過先至可以飲酒。咁當然你未夠18歲都唔好啦。而最盞鬼嘅係咩呢？原來佢除咗可以扭開之外，仲可以扭翻埋。咁呢項發明除咗令到我發覺痛完先可以飲酒，仲發覺。即是我可以在酒入面偷偷地加料啦，而咁啱撞正阿咪聽日就會過嚟 studio 呢邊啦，咁然之後就會同佢拍一條彈吉他嘅片，即是我彈吉他咁佢唱歌嘅片嘅。咁喺拍完之後咧，我就會邀請佢就一齊試飲酒，我喺入邊會落重料啊。咁趁深夜咧，依家就去加工啦。好，咁霎眼間咧就嚟到呢個吧台嘅範圍啦。咁因為今次真係好認真咁樣去調配嗰啲味道啊。咁個計劃就係咁嘅，咁首先我就會講話佢呢個酒將要推出類似彩虹顏色咁樣嘅酒啦，然之後就希望佢試一試味，咁點樣整到佢做彩虹咁樣款咧？咁我當然就唔買曬咁多種顏色啦，咁就買咗呢一排咁樣嘅運動飲料啦，我就打算將呢一啲倒入去啦。咁點樣可以令到佢有怪味咧？呢兩支。呢兩支係我特登叫我姑媽調配嘅高濃度糖水鹽水，係十分之高濃度嘅。唔信，我依家揾個人嚟試一試你睇。What the fuck？ 係啊，點解要咁做咧？呢一個咧少少，你可以試一試到底佢，我試過㗎啦。咩味？係啦，我勸你飲一半好啦。OK。好少嘅啫呢度。咪下好啦，真係咪下好啦，夠啦。鹹過海水啊！你邊度邊個咩叫神規啊？佢係鹹過海水10倍，我可以同大家講。但係冇人飲呢個會覺得係酒嚟㗎。唔緊要㗎，我會喺佢面前咧攞個開瓶器喺佢面前咁樣。OK， 邊個會估到啊？我哋就聽日睇下。有冇太兇狠？有冇太兇狠？對唔住阿咪，第一次同我拍片就要咁。嗱，咁當然我唔會咁笨喺同佢一齊拍嘅時候同佢一齊中招啦。噔噔噔，搞掂，舐嘢舐嘢，冇嘢冇嘢，完嚟。哇，唔係喎，真係好撚過癮喎。好，呢支過到 QC 啦，過埋呢支啊，大功告成。哇，都甜到 high high 啊！係好撚甜啊！糖尿喎，阿咪你俾花生救咗一命，我決定減少少甜度。真係好甜啊，大佬！準備嘅工作咧就已經完成咗啦，咁就睇下聽日阿咪嚟到嘅時候，到底佢飲到啲咩地步會開始覺得唔對路咧？好，歡迎收睇《醫大個仔》啊，嘉賓阿咪，我係阿咪。channel 好似好少出現嘉賓。係啊。你今日仲同我做啲好壞嘢。你知唔知我未試過喺鏡頭面前飲酒？但by the way，其實我一直都睇開 EG 大個。哇！喂，我哋快啲開始。嗰時我喺深圳觀瀾湖，我一望到佢就話：哇！你今日條眉畫得好啲。即係如果嗰日咧，我睇嗰條片咧，哇！佢今日條眉畫咗條。如果佢今日，妖！我哋講啲咩啊？靜啲。
你冷靜啲，係心平氣和， okay, 慢慢講。Okay, okay. 如果嗰一日咧佢話一條好眉咧，我就會心情好好，我就覺得今日一定係個 lucky day。你而家咧剝奪咗我嘅興趣啊！我而家因為飄咗眉之後咯，我已經冇可能再做呢一個。唔係會甩色㗎，係啦，會甩色㗎嘛。咁到時咧，你可以去開外圍。因為我係化妝師，我真係好有強迫症啊！對呢樣嘢。我哋飲酒。好啊，呢一隻係平時喺 Seven 度都可以買到嘅酒啦。咁我有個朋友就係喺呢間廠度做嘅，嚟緊就會推出一啲新嘅味啦。佢想出到類似彩虹咁，咁其實我依家未攞曬所有貨嘅，因為我係佢朋友啊。咁所以佢就嚇好陰啲陰啲咁俾咗我。咁佢冇話俾我聽係咩味啊，即係睇下我哋試唔試得出係咩味，同埋好唔好飲嗰啲。好啊，最驚係唔講。我哋擲色咁樣，然之後擲到幾多個就飲。飲幾多烈？係咯，係咩咯啊？飲幾多烈喎？如果我醉咗嘅話點算啊？俾你屋企人電話我，我會打俾佢哋，冇事嘅。你知唔知我嘅酒量係幾多？汪洋大海啊！我嘅酒量係兩支 Summers， 我從來未試過飲醉酒，即我未試過飲醉自己咯。因為我飲兩支 Summers 我就會停咯。佢係勁過 Summers 嘅。我覺得差唔多嘅啫。你識唔識玩推色啊？唔識啊。OK， 我教你推色呢隻 game 係 base on 大話式嘅，咁所以如果、大話式我識玩啦。哦，咁我哋玩大話式。係咪要俾觀眾睇到我啲色啊？如果唔係，係咪好沒趣？睇到㗎啦。頭一啖一定要飲到呢度啦。嚇、啊，頭一啖就半支啦，好唔好啊？我驚你後悔啫。唔會。驚我後悔。幾多？三個三。其實我覺得我飲幾多都冇所謂，因為我都唔會輸。太誇張啦！呢只係檸檬定係菠蘿咧？我繼續咯。哇！我諗住呃佢嘅，我諗如果佢一講四咧，我就即開咯。係咪先橙色先咯？頂佢冇四喎！我就諗，我通常咧係冇嗰個咧，然之後如果嗰個人一嗌咧，我即刻開佢咯。多謝你話俾我聽，我哋未鬥完。唔緊要，但係因為我已經要改變策略。哇！好甜，好大陣橙味，但我唔覺得係飲酒，我真係覺得係。似是橙汁，真的好橙汁。我的 fans 實炒，拜拜啊朋友！你喝到呢度嘅咋？你知唔知啊？冇味覺的衝擊咩？我嗰個好衝喎，好撚激添喎。我試下。嚟，我哋試埋佢。跟住係。我想試一啖你嗰、那個，佢好飲好多喎。如果佢係三分，我佢有八分咯。認真。哇！你震曬我嘴，你使唔使驚到咁啊？好驚咩？好似咁樣雞得落嗰啲運動飲品咁樣咯，係好似啊！啊，係繼續繼續，兩個一啊，兩個一啊，拜拜拜拜，哇！你啲改變策略改咗去邊啊？我係諗住同佢講話改變策略，但其實我唔諗住邊嘅。哎呀，真係可惜。誒，試下呢支啊，試下呢支，請。好，我估佢係提子味。發生咩事啊？唔係講笑，咩事？你試下先。我以為自己去咗醫院咯。點解？跟藥水嚟喎，佢係。你哇，好能衝擊喎！係啊，佢好鹹啊，好似海水咁鹹啊！為大家試一啖。哇！其實嗰種感覺，如果你想試這個咧，就你可以畢一斤嘅鹽，然之後溝兩滴水咯，差唔多。我已經好重口味噶啦。我平時食開鹹嘢嘅， okay. 即係平時食開啲好重口味嘅嘢，我都講佢鹹，佢真係好鹹。你唔講佢好鹹？我覺嘅。不如我哋轉個玩法。好啊。去到呢度，去一半。我寧願飲曬我呢一。之後呢啲唔使飲，好飲嘅飲嚟做咩？我會之後飲曬佢噶啦。唔使，等我嚟啦，等我嚟，真係等我嚟。喂，大清我呢支先。唔係，我真係建議，而家我哋輸一鋪飲曬一支，好冇？唔好。好啊。好啊。咁啊，咁快啲啦，不如半支啊。做咩？你個腎有啲痛啊？甩落嚟啦，就嚟甩啦。去到呢一個招子，我哋玩 lucky。四個三。骷髏啊！咩啊？得，你赢。哦，太好啦，我唔使肾亏啊。太好啦，我要肾亏。我觉得佢好惨，佢一路饮一路个嘴喺度震。你多铺去到招子底。好啊，咁不如饮晒佢咯。
開啊！救我啊 ！Thank you。這個是一個 prank 來的，這兩支啊，難飲，這兩支是真的溝解得下的，這一支是高濃度的糖水，這一支是加高濃度的鹽水，不怪得知道了，我覺得我說得很重，但是結果呢，你自己，結果我喝了這麼大支，哇我的腎虧了，腎虧了現在我都奇怪了，張無可能拍飲酒片，我都不是怎麼喝酒的，但他說很 OK 的 OK 的，好，那現在怎麼收場呢？我們你等多一陣先，我不要幫我叫一聲，即是呢，其實全部都有些 flock， 都有些原本的在這裡，昨天試味的時候呢，花生救了你一命，他說覺得這個太甜了，嗯，所以就落少了糖水，我其實成條片的中心思想是想知道你喝到幾時會發現很不對路，現在已經變成了我的 fail。 不是用開瓶器開的嗎？你怎麼灌進去？這個酒呢，它看是否一定要用開瓶器開的，是啊，但原來是這隻牌子的，嗯，是有紐紋的，即是你可以開完之後還可以關上來，所以我失敗了啊，樂同都知道，大家記得訂閱 EG 大個仔和 Me Chan， 我在想你有沒有搞錯，那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啦，唉屌又衰了，喜歡的話就 share 出來啦，我們下條片再見啦，女仔一定要小心安全，男仔都要，哦不行，我現在真的有些小鏡不舒服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樂同，我被你阿哥笑死了，好廢啊！他自己喝了整支，接下來我也會和 EG 拍一條有關音樂的合作片，記得去我的頻道訂閱和去看吧，沒錯，還有剛才我說過 share 出來都是後悔的，你們自己看完就好了，我那條你們不用 share 我那條，你 share 我那條吧，對了，你不要 share 我那條，我不想全世界都知道，不是，這是你的 style， 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好，很 gentleman， 我不想那麼 gentleman。